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拆 BMH111 聚焦部分。首先拆掉底下四颗螺丝，拿掉 TIA 和垫块部分，然后再拆掉中间四颗螺丝，拿掉保护筋模块。然后再拆掉这四个螺丝，这个就是聚焦，用专用扳手把这个聚焦镜座直接转出来。取出来之后，上面必须要用指甲带密封。